大队，所以大声帮咱来建法，抓着咱的牙签来做建法，当好咱牧师来建法，也信息是耶稣较好的，也是代表咱牧师。福建牧师甲所有乡亲们，大家平安，真欢喜，伫这个民政矿十年的母亲节，咱甲大家伫遮参加敬拜上帝。如果看伊牧师，咱个牧师，经过一场个大病痛了后，至少精神要足好，真感谢主。也咱个总干事要搁伫病痛中间吼，求上帝怜悯。好咱水丰教会有拄着领导者的气人，至少六月后月即个开会会当去个顺利。咱知影母亲节是美国文化，毋是咱台湾本身的文化。即、這个背景可能牧师过去拢有甲咱讲起。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咱知道世界大战是1914年到1917年结束，迄年。在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有一个叫做 Anna Jarvis 在纪念他的老母所以在这费城的教会通过这个对数礼拜时捧一部 Carnation 在那纪念他的老母但是1917年是一个伤心年啦美国很多老母失去子就是在那个战场的阵地死去很多父亲人失去丈夫孤儿也很多单亲的也足侪，所以感触无限啦，所以真感动人。彼时伊的记号纪念伊老母，伊老母是安娜·乔维斯的老母，是一个主日老师。伊细汉就教育伊的查囝，叫做友好友好爸母，所以因用 Carnation 做记号，所以真感动人。所以咱今日是说挂这个 Carnation， 不管是真的也假吼，拢不要紧。应该我是挂白啦，因为我七岁。七八岁的老母就无用吼，所以恁是比我较有福气的啦。所以经过一段艰苦的中间，让我家己会晓认分。其实我是足无爱做读书的啦，拢逃避，就是因为无老爸老母行这条路吼，阿哥我逼的，因为伊无囝，阿哥我带大汉。但是感谢上帝吼，已经到80几岁啊，让我还搁伫只健康活咧，至少我活比我的老爸老母较济岁。我的老爸51岁死，老母是42岁生我，算是无意中那个时代。今年我已经83岁，所以徛伫遮讲的，我相信咧讲我是悔不利用啦，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我从我所捌的，用这个题目比较较困难的的问题，甲咱三个做讨论。但安娜·乔维斯这个举动，美国总统威尔逊真感动。伫过年对国会正式通过，每年的5月第二礼拜就美国人的母亲节，叫 Mother's Day。所以这个文化留到伫咱中间，我想这个好的文化，甲捡起来用不要紧啦吼。不过这个Thanksgiving Day， 这个感恩节，我就较无同感。台湾人的感恩节爱过那个过年啦，分红包遐较有意思，先做感谢上帝哈，唔免感谢天公，真正天公是咱的上帝哈。所以这11月的那个感恩节，美国是非常要紧啊。那这个背景咱知了后，咱来讨论这个耶稣跟浩德。其实这篇文章10几年前就已经写好，放伫我的册内底啊。耶稣人类的书。里面中间的一篇，这段圣经咱读起来可能会真大个误会。马可福音书3章31至35节。不过咱得先来想到这个浩德，这真惊人吼，控制荷兰的这个浩德观吼，非常狭隘，真中华社会，真家庭主义。这个确定我会做一个真彻底批评。对汉人的社会来讲，浩德的确是。深受孔老夫子，即孔家店的产品哈，所以台湾民间有一句“百姓孝为先”，你那像《释氏新闻》内面有安尼写哈，诶，传统信条。我无反对孝道，孝道真要紧，但是一个中华社会 familyism 的孝，这真有问题。
耶稣就是突破这个孝道观的主，所以确定我的分享。因为基督徒的家庭中，因为这个孝道的关系，来宗教化，变成拜公妈。所以每一个无信耶稣的人，伫心坎的边啊，绝对一个公妈坎。你叫人来信耶稣，最困难的就是移除这个公妈坎的代志。啊，无拜公妈才会使，无拜神明的原因，公妈无拜哦。孩子妖怪过分，我做到 OK， 那灵魂观的问题啦，所以好的宗教化的伦理化的宗教，就是这个腓力派的华人的好的观。那因为基督徒无识过嘛，可能讲就是不好的宗教，这个道教哦，死无人靠，啊，这古早时代就安尼，是咱常常听伊咱咧甲咱警惕，当然咱接受这款的批评。因为宗教不同款，一神论甲多神论的宗教哪有同款？哦，我来给你公布。我咧最近才写一篇哦，利用时间。哦，即卖我要写文章足困难，因为我爱做家庭主任啦吼。牧师娘我那是癌症，连癌三期，啊，两个月食药啊，着安尼腹肚疼，遐袂用哩，遐袂用哩。啊，啊，拢我咧煮饭啦吼，拢我咧甲顾啦吼。啊，要请外劳。我反对了，所以我一个教室就给撕掉，所以写文章较慢。那罗正义牧师写一篇文章去你公布，我想咱来用理智去判断。讲新主牌啊，唔是偶像啦，新主牌啊是十足的偶像呢，一条灵魂伫内底呢。三门这边一条灵魂甲带登来厝里拜呢，啊要拜进前那个点主，点主了后那个念咒哦，啊得去夹落。那是，好如假包换的心灵，一条灵魂在拜，那是上根本的。你若卖点主，哦，迄就是一个艺术品，提来接头不要紧。一旦点主，就是赋予一个心灵在内底。哦，迄不是普通的艺术品呢。哦，就是一个都无点主夹落，所以是我简单不要紧，因为无心嘛。新主牌也唔是哦，唔是哦，所以我咧回应这项代志，有写一篇文章。那基督教啊，咱有俗语讲，在生食一粒豆，较好死后拜一头。当然，台湾人依然有这款的怀疑。你拜都无用啦，你死甲你个拜，你在生就有好你的爸母较要紧啦。但基督教关心生之后，赢过这个死之者。咱在古约中。开宗明义第五戒，咱拄只拍咧十条戒啊，十条戒前四条戒是人甲上帝关系啦。哦，我以我唔当把你上帝，唔当食去我上学西，上帝命未使人生叫，伊是十条戒足无理啊。咱徛伫一个新阿立场咧甲批判吼，哦，这个上帝足歹，啊真自私，哦啊真嫉妒，因为迄是游牧民族，要挑准啦，哦，这真通批判，哦，啊伊嫉妒一些。啊，就守安尼去做圣日，我看这个安息日，我可能过去捌甲咱分享，这是全世界无一个民族，像伊遐尼认真主义，就是捌做过奴隶450天啊，才会晓七日定一日，哦，才奴隶休困，那奴隶休困，牛羊猪嘛拢爱休困，哦，伊无饲猪啦，牛羊拢爱休困，哦，这个安息日非常彻底，啊，安息年，七年第七年都不敢买了。就可以自由，看你要甲主人继续过，还是你家己买落？到七七四十九年大喜年啦，哦，唔呐，互萝卜自由哦，袂使叫伊做萝卜，送伊一份财产退休金，互伊以后生活无后顾之忧，就是这个安息，就收安尼做先，不是干那迄个制度，还包括人道主义。啊，后六条界。就孝敬老爸老母，唔当歹死人，唔当惊干年，唔当偷窃，唔当含来治病，唔当贪心，这是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十条戒耶稣甲浓缩做，疼上帝疼人得到养，就发个中文头就十条戒浓缩，疼上帝疼人，但是伊个疼上帝甲疼人包含一环就足够了。这才是以后有机会甲过来好好讨论啦。啊，那基督教。你无拜公妈，同讲不好。我甲恁讲，基督教是最有害的宗教，因为有族谱。你看马太福音，
一章一十到十七章，甲罗家三章二三十到二八章，两个族谱，有族谱的宗教，你讲伊无伊不好，迄是真无道理的代志。有族谱宗教，这个有公有嘛？不过纪念的方式无同款。来，那对这则引论，咱来看这个圣经内容。咱谈这段圣经，为什么我讲这段圣经？其实这段圣经，你看这个马太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路加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这个是共传福音啦，是那比较少，拢有记载这个故事，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那故事的背景，我为什么跟马可？因为马可讲了较清楚，马可讲一个。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伊的爸母、伊的老母、甲伊兄弟拿撒勒，伊听讲耶稣奉公做事，敢若是魔头嘞，奉白色、白色布咧赶鬼异地，心未平安啊。所以挑工挑挑到伫加贝隆，哦，你嘛那到伫圣地里用的拿撒勒是伫山顶啊，哦，落来家里挑工找伊的囝。要问一个清楚，到底你医病官鬼是有影靠鬼王白色布？白色布有影阿无啊？啊，所以耶稣的爸母甲兄弟到位时，人家讲耶稣啊，你的兄弟甲爸母在找你哦。伊怎机会教育？用迄个时间讲，自罪是我的兄弟，自罪是我的老母。伊若行我伫天灵的碑记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是煞做一个。好，这款的话呐，予咱台湾人吼，传统儒家、孔子也先听的吼，讲基督教才是大不好的。啊，老母弟啊吼，啊你乌白讲话，讲自尊是我的，自尊什么人是我的兄弟，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伊若行我天父旨意，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但是这句话背后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信仰内涵在内底啊。这个神学家也是世界人道主义者，也是把这个 Nobel Peace Prize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金的这个 Albert Schweitzer， 苏怀德，我大概做苏怀德。伊伫做神学院长的时候三个月，伊是个天才，写一本《The Christ of the Christ of Jesus》，历史的耶稣的问题啦。伊讲咱读圣经哦，读袂到历史真正的耶稣啦。因为伊对出世到三十岁。出道以前的思想，咱拢我都通读过，敢若读到十二岁足够，安尼伫圣殿甲人辩论，迄段以外拢无啥交代。圣经所讲的，伊就是信仰对象的耶稣，所以是信仰的基督，无历史耶稣。哦，这本书出来吼，伫迄个时代安尼，互夹甲走无路。啊，二世纪三十年代，讲耶稣像上新，我甲咱讲，世间找无一个思想较新，但是行为。亲像耶稣同款，一贯的人道主义，一生拢伫这个非洲的家庭共和国，伊也做医生，啊，到死。啊，所以思想心不要紧，你的行为那直接跟对耶稣，是真正耶稣的学生。但这个背景，啊，圣经背景咱已经清楚了，抓落去，啊，咱来看传统的孝道观，那么出现，啊。这个孝道观的真谛，爱对咱传统的孝道观先讲。孝道观当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足大。传统的孝道观，咱来甲检视一下，民间信仰甲儒教。儒教影响咱社会孝道观，是根据一本册，这本册你若咱去庙里去梁山寺就下到啊，叫做《孝经》。儒教这本讲孝道的文言《孝经》。开宗明义，就安尼讲：心地无法，修之无灭，不敢非常好之事啊！立身行道，行道有名的好事，以显无灭，好之将也。伊个讲：夫好事以事亲，忠以事君，忠以立身。那我咪讲，这甲现代的思想拢无共。孝经甲即卖要不做善事哦，安尼。咱认知个点是：身体无法修之无病，不敢非常好之事啊！身体无法，头毛啊，头毛皮
爸母甲咱生成的，袂使运动就对啦，袂使踢橄榄球啦，哦，落去到地安，啊，体甲大长细粒，哦，是不敢非常啊，非常就是不好，拢免运动，啊，拢免运动，走路八字脚，袂使跋倒，身体腐坏是有咩不敢非常好之死啊！立心行德，用名好事，以显福报，好事种的。啊，毋着生着天灾囝，啊，若生着一个蒙古症的，哦，啊是残障者，迄拢不好。啊，要用名好事，以显福报。所以即款孝道观、孝道德，无下世代表的。所以无怪台湾的社会无迄个人道主义。我呢，甲一贯道的道亲。也是甲恁领导真人，因为我咧有当时啊早起拢拜访，爱咧安尼我团导哈，我这知识分子哈，来做老母娘的迄个囝上好，迄个人了归乡安尼哈。啊，公公，我就甲公公，我研究宗教史的吼，啊，恁的宗教敢若讲三个，啊，上大圣出现，就是迄个，就是道教青龙旗啦，因为老子徛独角星面青龙旗啦哈。后来因为道教对了，那个煞道团社，迄早起佛教遐，啊，弘扬旗啦，啊，啊，这佛教应势。啊，后来咧，道团社佫走倒转来，裸水翻条，煞变做儒教应势，啊，变做白色，所以穿白衫。讲恁捌的捌三个宗教，老新的现代宗教就捌十一个，我念无听。所以恁的宗教吼，伤过简单，十一个。波斯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哦，即运动的咱个回教，即运动宗教。过来印度的印度教，啊 ，Jainism 就是伊斯兰教，哦，啊佛教比伊斯兰教办一百档。过来锡克教，宗教界是出现的，啊，伊是彭加的出现的这个锡克教。啊，印度就四个，安尼八个，啊，亚洲咧三个。哦，儒教、宗教的儒教、宗教的道教，甲日本的新道教，咱日本的新道教有日本语、甲科技语、古书语、甲日本语，有经典字嘞吼。所以讲，伊是真亲像，亲像这民间信仰，十一个，啊，你敢若捌三个，啊，这老母娘吼，老母娘无教养，啊，爱对我来做我的学生，十一个宗教吼，十一个才对，所以无话当讲，我会记你吼。啊！我要离开时讲，哦，某某人啊，啊，你是太着金星来出世啊？我唔是，我是人。啊，所以宗教这些，我敢讲，你若敢信，就变宗教。宗教到遐遐尼简单，其实不遐遐简单。所以孝敬下面一句，夫孝事事亲，这咱无反对。好，对乡亲的友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开始。但是忠义事君，哦，这我就袂当。袂当认同，伊对迄个君王在真紧张，啊若出得一个武道的君王，嘛着紧张啊，毋是？哦，啊过来，忠立心，就爱安尼立心行德，用民服务，同款。即款儒家思想算是奥托德，民族国家，你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啊，官员啊，蔡英文以下即个总统以下文化，我是咱用税金甲饲的，是咱所听的咧，是咱甲罢免。像即马高雄人做用叫咧罢免韩国瑜，罢免一个草包，啊，北部嘛一个阿斗，啊，可惜无机会当罢免啊。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吼，无共款啊，时代无共款，所以即个孝敬的话有即个太明显，有时间性，哦，咱来做一个检讨。哦，过来好地也食，因为是日本的这论语，伊讲友好的行为就是做人的根本，这咱勉强有当接受这论语的话啦吼。啊，不过孝敬嘛有比较讲合理的讲法，君子好食是名用，友好才会晓饲父母，这咱来当接受。至于犬马该怎样用，咱咧饲狗、饲马。都冇人饲啊，佮听命命，佮做咱宠物，哦，过来不好，哦，不好，啊，可以别个。啊，若无好心，佮来要饲爸母，像你饲马、饲狗同款，哪有差别啊？
我的市地保都有哪有一个先困，哎，啊，唔是干那痴那咧啦，那有真正先生性，才有得好，这好经有句较好滴个话。后来，中央有个讲，这是华人的好德观，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事如事先，事亡如事尊，好之至啊！这基督教无人接受。伊讲敬其所尊，爱其所亲，敬爱父母，疼疼父母，无唔对。但是事事如事先，伊是讲死啊，就要活起来，甲款就是拜公妈，咱就无拜公妈，咱甲对死啦只吼。啊，死亡如是尊，伊讲这是好祭祭啊，祭哥的好德就是拜公嘛，这咱无当接受啊。啊，这内面有一句话，中庸篇所讲的，伊佫讲先事之类，事重之类，祭之类，这嘛一半对，一半唔对。先事之类，我地生，爸母我地生，就好好依类来孝敬爸母，这一张接受。但是事重之类，这也对，叫勒索，大家拜托。但是坐之以内，咱都无败咧，吼、哦。我讲到这是算个重复，咱的灵魂观。当然，灵魂观讲三分七别，人死第一条灵魂受佛教影响，爱去轮回。第一天、第二天、甲第十天转轮回，最后连一过灵宝地，啊，看你的行为，正过即过正到即道，啊，你若爱食鸡食啊吼，鸡卡身，温基投胎做国宝鸡。哦，正规，这个正道嘛，哈、哦。啊，啉一杯灵宝茶，佫袂记你清事。比如讲我就好，哦，我呾当时爱食鸡胗，啊，啊，早起嘛啉鸡胗啊，长老出来啦，吼、哦，无人要食，我就食，啊、哦。啊，食伤济吼，有哪去做国宝鸡？啊，要做国宝鸡，进前来去灵宝殿啉一杯灵宝茶，佮袂记你讲，哎、欸，我清事吼，我做牧师，我做教授呢，拢总我袂记你去。啊，若无我做国宝鸡。仔仔知影讲，哎、欸，啊，我真是咧做教授，啊咧做牧师，啊，即摆咧做国国家啊，无前面着仔仔着磕头死啊，话袂落去。啊，所以有哪有利的？不过咱这条咱无即款的灵魂观啦，咱无第一条灵魂去轮回无啦。啊，第二条灵魂就是要移民阴间啦，来做功德七七十九日，做功德，查甫有做查甫的功德，查某有查某的功德，就是移民阴间的手续或者做功德，啊，最后就做一个人交。做一个西宫去，啊，着微靠住，着烧纸柱，回去阴间徛起，这道教的影响，啊，两条解决。啊，最后一条嘞，点住夹炉了，带转来处理。哦，点住夹炉，第三条灵魂自家的影响，心中悲怨，报分好事，好，报分欢喜，带转来处理，放挂咱的心灵边啊。做的流芳迄个所在，甲拜起来。啊，所以吼、哦，台湾人若拜公妈，拢拜一条灵魂伫遐，伫遐。啊，这毋是咱的信仰，咱是讲人灵魂甲主同在啊，永远甲主同在，拜嘛拜袂着啊。意念就好，用族谱甲意念就好，毋免去甲拜。吼、哦，这是咱甲伊的灵魂甲无共款。啊，七撇的，三门解决了。啊，七撇的就七撇，就是一谱一样。这个是七个物鬼哦，哦，七个肮脏鬼啦，吼，垃圾鬼就是。来入土才会安，啊，不过即摆吼更加清气，火种一挂撇烧死了了，所以无留骨头啊。啊，无留骨头，古早时代留骨头就来扫墓啊。啊，扫墓清明三十节前后早去扫墓，就是咧骨骸遗骸崇拜。啊，万一这个墓地要哦，政府征收做路、做公园，啊，无人去认啊，啊，骨头乌乌嘞，就用黄金网甲藏嘞，啊，藏嘞吼，啊，再跋筊人吼、哦、去给摆，啊，明白佫着起个，安尼好，用这个红布就甲写四字，有求必应，就甲挂起来。有应讲个由来就是迄个高不崇拜，就是七撇个崇拜，啊，这就是无主高门。啊，这个有应讲个名足济。金刀公、南玉洞公、万神公、龟坡道公、遮地公吼，啊，什么八姓公、三十六公、十八王公，中间包括石狗，啊，这拢总是这个高贵的崇拜，这甲七品有关的，安尼先来解决。所以民间的这个道德观，才是牵涉到宗教，将道德当作一个宗教化的伦理，
也是伦理化的宗教，但是一心论信仰的立观的人文观，甲多心论的传统信仰，那是拢无同啊，是无同。连环的连环观的无同，咱拜公妈不是表示咱不好，咱足友好，因为咱用足好。所以我讲劝人以后吼，啊，上爱叫水。毕竟，就好在家是来讲，你阿祖是这一关联，阿公是这关联，阿妈是这一关联，哦，啊，安尼就到遐。所以我烦恼，真正我烦恼我的囝。讲我办你若死吼，我老爸正经中死，老母正经死，妈正经死，拢找无望啦，敢那台南一门房遐大房，遐大房是有路用，啊，敢那我的公是台南市，到我。一个蒙蔽啊，这拢无啊，所以我若死吼，你免麻烦啊。我小小的吼，啊住台南住的吼，阮最先经过阮的厝，也偷偷个也一撮，去偷有住遐。出了拢也住太平洋就好啊，回归自然啦。啊，你若是讲我特地纪念啊，经常纪念吼，今阵在讲丹凤湾就是安心啊，如住之意啊，回归自然。无啥物同好纪念，你甲住公仔上好嘛 ？Right， 第二个一个民间信仰的孝道观呢。台湾人的民间信仰包括道教，哦，的影响就是我所讲的三门七别的观念啦。啊，所以民间信仰的孝道观上吃力的一项就是传宗接代。啊，这受这个面子的影响，不孝忧伤无后为大。这面子甲掠来讲假真，害死这些查人做新妇的哦。结果就生一个后生，啊来换这个新姑娘，啊若无吼，大家讲就叫后生去娶细姨啦。阮老爸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一个老爸小三生一个兄弟啊，老母都未生后生啊，最后甲我扑出来嘛，那个老啊都无法度啊，手会就死啊，啊，生一个兄弟，啊我才大汉，生我的老母，啊兄弟有够矮，吼足矮，啊这阿辉。啊，躁郁症啊嘛是三九的自杀死，啊，这就是这个不好忧伤无后代的情形，啊，我的家庭就是安尼想。啊，所以真费气，还是在福建人无地位的，啊，所以有台湾人的女权建立对建立伫娶新妇，特别是大囝哦，啊，若生后生哦，哦，这个好大孙哦，财产分两分。啊，欠到抓袂牢，大家官在个听这个大新妇的话哦，因为伊生后生啊，家庭拢唔满意。台湾人的妇女的地位建立伫传宗接代基础上，特别新妇爱生后生才是不好，又三不五一代，这个就是传统的孝道观的第一点，民间信仰的第二点，在世都足不好呀，啊，无你照顾是大人啊，就是财产还个冤家，但是死哦，唔是小可，好。死哦，迄个场面哦不得了，头前个甲堆哦是西式个，后面个甲堆是传统个，吼、哦，啊后五子靠王丁，即摆死人有哪有人连人西呢？你唔知捌看了无？啊，在世都无咧友好啊，死用只老只是有路用，即种敏感性用做法，讲这是好多，迄是真歹，真无路用。过来，台湾人个。英文外观念吼，就伊种咧内在观念，英雄观建立在建立伫祭祀的顶面。迄公妈的香火吼，爱延续，延续公妈香火，对哇，惊死那个英文哇，哎不是，迄个阿公阿妈就英文哇，伊的外面是建立伫好，迄个香火顶面，香火若长，惊死那，迄个就无了，对不对？哦，迄、那个黑面就拢很漂亮。啊，伊个台湾人都注重国画，国画就变江西啊，所以国画观念台湾人比较差。台湾人这个演官话，伊种个内部观念表现伫迄个祭祀，祭祀演官以其家族的名脉的祭祀，公妈就是演官话，啊，若袂变妖怪孤魂，啊，若真正英雄。犹太人眼光，传宗接代上要紧，这是民间信仰讲法。所以这款的孝道观也是真无健康，伊安那样重男轻女。所以咱的传统社会吼，
女士拢无地位，这唔对啦。好佳哉，咱现在总统是女性，伊做了袂歹呢。哦，伊派的方面是用蔡英蔡英文的，伊哪会歹？咱得用查甫查某用人的立场来看男女，唔通用查甫查某看男女。哦，这拢总是咧，甲泡到有关，甲这个香炉香啊，香炉香有关香炉香啦，无会祖先得就袂活就对啦。哦，唔通用安尼来看。那基督教的好道观，这是咱的重心。出世做犹太人的耶稣，真清楚摩西十条诫，就孝敬你老爸、你的老母。伊第二章才伫祝福啊，过寿才会长啊，土地才会理所大个家己所才永久。啊，当然这是讲罔讲啦，吼，无拄拄较好吼。啊，真正先知先觉，有无先知拢七十六变个吼，走无路就等你哩。啊，毋是，但你哩也是啦吼。啊，亚利米搁较自赞，先知中的政治犯就是亚利米吼。恁看亚利米书，恁就知影吼。啊，呾保罗的思想就是延续十条诫精神，做囝儿的着孝敬父母，好款待父母。哦，啊，箴言也讲，着让父母欢喜。哦，也父母做阳光。啊，这箴言你看十七章、二十章、十九章、二三章，拢有款的交代。而且摩西的话非常严哦，骂爸骂母，糟蹋爸母，为了死刑，你讲出来就去。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安尼有严无？骂爸骂母死刑。我说摩西规日个这么严的，不得了。那咱看这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咱看耶稣台的教是至少，予咱知影讲耶稣嘛是一个靠主啦。哦，你就圣经说过，哦，圣经说过无业的灵啦。耶稣是一个靠主的证据，表现伫下面这几项。有一遍，耶稣甲法利赛人，他咧指责耶稣学生无遵守祖先的遗传的神，耶稣安尼甲回应，伊讲恁吼，拢无咧孝敬父母。因为上帝讲叫孝敬父母，哦，佮讲咒骂父母的，佮来受死刑。啊，你唔偏偏来讲，哪有人将父母养饲父母的物件做上帝的祭物，配到上帝，就唔免孝敬父母？你去看圣经，马可七章一十到十三节，马太十五章一十到六节，这是假的嘛？将孝敬父母的物件来配到上帝，就唔免孝敬父母。所以耶稣给批评讲，啊，你借口传统来抵消上帝欢喜，就是孝敬父母的欢喜，安尼咁对？耶稣他批评不孝敬的代志哦。过来，耶稣警告做长子的责任，耶稣是大囝。耶稣最后一生啊，三年半伏在世间，传上帝国福音。啊，最后就是是决定时，是决定有两句话。啊，恁一搭记着约翰，啊，约翰福音书，当耶稣伊是决定要登归神，伊家己老母讲，老母啊，看你的囝，下面也先约翰伫遐，后来佫家己老母讲，哦，甲学生约翰讲，交代约翰，哦，少年学生约翰看你的老母，我的老母就是老母，以后要交代你来照顾，所以至少耶稣以后。表达了伊的孝心，将父母交代伊学生，所以伊毋是一个不孝囝。后来，但是圣经我已经讲了，圣经是信仰的基督的立场来写，所以耶稣伫圣经内面所表现的角色，是上帝国，啊，生命共同体内面的一个角色的功能。所以耶稣十二岁就要圣圣灵孙。人家问讲，啊，你安尼，互老母找甲真艰苦。耶稣安尼讲，你毋知影，我应该就踮伫我的父厝嘛。路加二章十二节至十五节，听起来真不好哦。但是这是徛伫迄个生命共同体立场来伫讲的。第二，加拿大福音的联写，耶稣安尼讲出，那就淡薄我家己话，约翰二章四节。当加拿大福音的联写，一挂酒我拢饮了了。啊，老母知影讲耶稣会变巴伊，甲耶稣讲无计划咧。耶稣来讲，父亲人啊，
欸，这犹太人的后生哦，叫老母叫福建人的妈妈啊，福建人啊，我甲你想感谢，我的事还未到，但是耶稣伊愿听老母的话呢，最后从咧迄外口的迄个石羹拢啊变做酒，我大家啉，迄个酒不是普通酒，是 XO 的布兰的啊，上好的白兰地。啊，所以大家讲，啊，恁当咧请人见，就上好的酒领导请，你上好的酒摆好，哦，你惊人吃啊，不是？啊，有这款的记载。但是，咱所读的圣经的句话，是对什么人是我的兄弟，什么人是我的老母，这是徛在生命共同体上帝国咧讲的话。所以，咱啊，那明白，明白安尼先。耶稣不是不捌亲情，耶稣是讲这个孝道爱扩大到伫全世界才对。咱讲个地球村，耶稣意思讲，甲我边一回有真人像我的老母，比我较少回像我的囝，啊，减几一个像我的兄弟姊妹同款。凡那遵守上帝国界定的，拢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是上帝国的理念。就是信仰共同体的理念，耶稣是家己这个立场来讲，所以至少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做家己立场，伊讲孝敬，做上帝国的这个领导者角色时，伊讲来一视同仁，诶，这个是最要紧哦。地球村甲信仰共同体，你若遵守吼，咱就别乌白来。查甫囡仔，若看到一个水查甫囡仔，别对乌白来，因为伊是我的大姊，也是我的小妹。像我年岁，若看到卡迄条，吼、哦，啊，像我的孙仔咧，迄像我的孙仔同款，较疼惜。你跟哪一家，我无买的地球村，所以这地球村的理念是对上帝国走出来。自尊是我的兄弟，自尊是我的老母，我呐尊叹。上帝子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是上帝国的孝道观，超越亲情，一个孝道观。那安尼先，世界才会和平。咱来倒转来检讨中华社会孝道观 （Familyism）。我台湾人因为受儒家孝道观的影响，用放伫这个社会主义的家庭观念的。一个日本人的美国人，日本的美国人，伫芝加哥大学做教授，就是 Joseph Itagawa， 写一本《东方诸宗教》一册。伊咧分析儒教的时阵，伊讲儒教，伊即个文嘛，伊家己社会较入去，伊的共同体就是 Familyism， 家庭主义。这家庭主义足吃力的。我信党的过信党，信里面过信里面，信因为过信因为信党的过信党，杯水不流外人田，啊，所以有宗社，哦，什么神的宗社，什么神的宗庙，这样那有法度当对着一个信仰共同体？无可能啊，这是族群分类，啊，这重要，这个唔啊真严重哦，严重到什么程度？用政治的观念来讲。你看历代中国的朝代，李世民做皇帝了后，四立的拢家庭成天，好、哦，大家都做官，因为杯水不流外人田嘛，啊，啊，朱元璋年代，朱元璋出头的时阵，姓朱的拢出头天，啊，所以伊都无迄个外国人所讲，这个 Familyism， 无外国人所讲的迄、那个用国家观念来讲，无迄个 nationality。无迄个民族主义，无迄个真正的国家主义，无。伊华人的社会无，伊从国家变成家庭，家国有家国。从国民党来讲，这个江山是我国民党派的，有中国，有我的江山。啊，这哪有迄个民族主义啊？哪有那像那里人无嘛？江山、中国、家国，这种跟家庭主义有关的，这无可能得着一个信仰共同体。所以咱爱看这个孝道的时阵，爱看较彻底底，咱才会清楚讲华民历史的严重性。所以我唔问咱啊，会当记得
即基督教的道德观。但是，怪起约翰一章四节就在讲，你若未听，看未到的上帝，哪有可能听迄个看会到的兄弟兄弟啦？你若未晓听迄个看会到的父母，哪有可能听迄个看未到的上帝啦？所以，这做咱这个既然无真济，一个要紧的道理。那恁先这个欢迎你者，影响到底政治、经济，哦，各层面拢有这家庭主义，这个来打破。在基督、耶稣基督大家庭中，无着信党的过信党，无着信任的过信任的，因为咱家己伫上帝国的大家庭中，拢是兄弟姊妹，所以这个是真要紧。这款的家庭，这款的上帝国观念，若起造起来，上帝国的道德观，若建立。另外一家世界大同，地球转着成立，哦，欢迎各位帮助咱，我咱有这款道理来共同反省，从阿头来指导。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下晡有机会一起参加反省这个友好父母的代志，以及这个家庭主义的是非。当阮的这个时间来纪念，阮的总干事林宏强牧师。在你帮衬伊伫破病中间，那是你的好意思，就你予伊健康，搁再真健康来领着这个教会。我来恳求上帝帮衬我的牧师，我国中牧师啊，经过这个病痛了后，伊愿身体搁健康来做义工。我伊愿祈求上帝帮衬阮台湾，因为你对阮台湾特别好，我愿有好领导者，依靠中国的瘟疫。我伫阮个社会里留，阮也感谢你。但是世界有各所在留言，即个中国朋友，求助人民，我即个朋友当紧紧刷，我讲当自由啊，来到各所在来做你个工。特别阮个上帝，阮伊都无教者，给你保佑，就是甲阮个教会同在，伊都各自个性命，阿门。